通常我们这款椅子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告诉客人是松桩，但是这种状态它也叫松桩，它只是螺丝没拧紧，这个时候呢，这边呢有这个距离，他客人这个螺丝这个距离够不到这个铁某了，他这个没有进息了，这个地方没有进息了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引导客人把这边的螺丝给它全部拧下来，全部推出来，推出来以后全部推出来，这是全部推出来状态，然后告诉消费者，这个时候告诉消费者拧三圈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他这个时候间隙就出来了，留足了间隙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有间隙，螺丝间隙，那间隙这边有间隙了，那到这边再看看这个螺栓。它长度它就够了，很轻松的就可以装上去了。好 ，OK。